王八今天生日，我两兄弟早点过去。今天是突击突要猪脚丸管够，请妹儿多吃点哈。快点快。你两个从哪来？我听到说过生了嘛。哎呀，我本来没有做生的，没有打算。来了，我们还不要吃饭。哎，中国人来了就去帮忙捉鸡。老弟，我把东西过来。我本来今天没有打算吃鸡的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来了。现在我做哈。鸡还是三个噻。我这边，我在那边。老弟，红包端到。那边做鸡硬是跑得快呀，这点堆不赢。做十个那个鸡需要战略。哎呀，鸡追一块走。好，那你顺便把手续给他办了。来了。来，我把水倒去。好。你看我们俩王叔好精神哦。七十几的都累。你想做一些甜筒，一般六十几的都做不赢。别说六十，你喊我两兄弟去做甜筒，你做不下来，好多、哦。我的闲钱而已，做那些确实差了点。哎，王叔，哎，打豆子，你吃豆花儿。今天没豆花儿啊？嗯。这个鸡好肥呀、啊。鸡毛还卖到钱不？管得到几角钱？妹妹，今天是73了嘛？我今天73了。你这时间过得快呀、啊。十块哟。我看你现在些都做的是五光十里。就是、啊，我都。做那个东西，你看做甜筒的话，满六十几都干不赢。你还是可以少干点活动，你一天干的很。哎呀，这个都没有挣啥子。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，热了，我这油我喝。天热了，那杯少。是啊。那杯还好，没好那个度掉。我现在都不多了，我歇一下成9斤了。你自己做点小菜吃一些吧，方便。嗯，我就是。就像吃种有机蔬菜呀，陈同林啊。是啊，我农村嘛，哎，没有吃好多肥料，那老早。都是农家肥。哦，农家肥。很多在城里面，不管是跑步啊、健身，都是为了锻炼身体。其实，在农村自己种点小菜呀、啊，嗯，空气也清新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啊，屋头自己种点菜，吃又健康，都是农家肥。嗯，是农家肥。吃甜筒一当锻炼身体了。本来就是。还在农村，老年人上了年纪的。身体都还比较精干，他一天住到点啦，空气清新了。七十多比六十的还精干。哦，身体这才是真正的养生啊！伯伯，祝你是身体健康哦，每天开开心心的。就是啊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的今朝，反正一定保重身体最重要，知道吗？是吧？嗯嗯。我妈做点豆花的技术吗？方便我的不是第二第一。你看今天又点了豆花的。你别夸我，我不得行。我最喜欢吃点豆花了。好，我老婆你几十年的点豆。哎呀，我都几十岁了嘛！哈哈哈哈哈！做甜筒我又还是得得行啦！哪儿我晓得？哈哈哈哈哈！那自己做点小菜在高头，还好些。我自己做的菜都是那老王除了我一个在屋头。是王林子吗？我又喂牛，我养羊，我都抓起走了呢，还是。你不敢从这聊嘛，你想我是哪样都说的嘛。我要。
少点点不多。两种录像馆，烧鸡的一起。给我烧了。